同学们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用否定的语气来回答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。不，不是。不，不是。你是黄先生吗？你是黄先生吗？不，不是。不，不是。不，不。你会说越南语吗？你会说越南语吗？不。我一点也不会说。不，我一点也不会说。不行，不行。我们去唱卡拉 OK 吧。我们去唱卡拉 OK 吧。不行。我今天必须把工作完成。不行，我今天必须把工作完成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是谁把蛋糕吃完了？是谁把蛋糕吃完了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你在利用我吗？你在利用我吗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你去过非洲吗？你去过非洲吗？我从来没有去过，我从来没有去过。没什么。没什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不，不用了。不，不用了。你要再来一杯咖啡吗？你要再来一杯咖啡吗？不，不用了。不，不用了。同学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